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表演是结合我们两个班哦，一个是维尼班，另外一班是巧虎班哦。哦，所以等一下先出场的，目前你看到的是巧虎班，他们要来带来的是三 D 春秋舞。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巧虎班以及维尼班小朋友所带来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班所带来高山听，接下来欢迎维尼班，他们所带来的是站在高山上。我们把这么好听的歌声大声的唱出来吧！哇，太厉害了！
同事们、儿女们大声的喊出来。哇，真的很有精神，对不对？接下来是拍照时间，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谢谢维尼班、草鲁班所带来的台湾的原住民的舞蹈。